把妈妈、我和你自己按重要的程度来排序。排序？对。啊，不行，这个受不了。你这个概念太大了，这是个陷阱。所以是要提我选择这个弃权。不用猜，我儿子把我排第一。肯定是我儿子，肯定我排第一。哎，有自信。那应该是妈妈，那应该是妈妈。肯定是妈妈。哎呀，病菌，病菌。我们要先从长辈开始，我妈、你、我。我也同意，我觉得长辈是第一个。对，那长辈是第一个，对吧？我说对了吧？妈妈是很重要的，没有妈妈就没有我，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我喜欢这个答案。没有我妈就没有我，没有我就认识不了你。就顺序来讲的话，对吧？我妈、你、我，对不对？没有我妈生不了我。没有我，我就认识不了你。你的老公就不是我。好像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但是我不是很满意。我告诉你，你儿子不满意，看他的表情就不是很满意。你为什么不满意啊？我刚才说的是顺序，那你要是插叙的话。你觉得是不是这样？嗯。我家儿媳妇儿就是有什么说什么，说完就拉倒，不往心里去，是这种，照着儿媳妇儿这样好，好相处。如果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真说了，我觉得我排第一。你儿子太好玩了。